NLCC 新生命灵粮快报 Santa Ana 牧区10月13到12月8号每周日下午1:30在 M1 教室将举行门徒班课程，欢迎上过成长班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。 Rancho Cucamonga 牧区10月6号主日崇拜后，请大家移步到 Palage 午餐并参加同工联谊。10月13号主日午餐时间将为9月和10月份的寿星们庆生。10月13号午餐后将继续成长班第5课，请同学们加油，记得要做功课哦。 Arcadia 牧区青少年查经班每周三晚间7点在教会2楼，欢迎踊跃参加。10月6号下午4点召开同工会。10月12号周六下午有许多弟兄姐妹要受洗，详情请与 Chloe 联络。NLCC 新生命灵粮快报，我们下周见。